个周末，新东方又搞事情啦！国内国外双周行，赶紧来围观吧！新东方比邻中文在澳洲举办了中秋拜月会，活动围绕中文诗歌朗诵、儿童器乐演奏、传统旗袍表演、小主持现场采访几个环节展开。这次中秋拜月会活动弘扬中华文化的同时，更是让身在海外的朋友们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。花好月圆共九州，比邻天涯新东方，有想念才是团圆，聚在一起才是中秋。最后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